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ind。最近某款游戏封测玩得还挺上头的，烧脑烧到都想砸电脑了。而本来今天游戏只想做个 short 带过就算了，但至少是主打台湾的作品，多少还是要给点面子的。达卡拉物语为台湾的无线连接团队开发，是属于艾肯娱乐旗下的品牌。这公司过往可以去翻翻过去影片，这边就不多提了。而根据资料，团队平均有10年的开发资历，也自称是个游戏人，想必出品的游戏也多少会有一定的含金量吧。虽然你我在工作场合是真的没有少碰到这些号称年资丰富，但实际表现一言难尽的雷包主管们。游戏目前仅在美国上架，但可能只是做市场测试吧。毕竟查了一下，也没有掀起什么波澜。不过好在他们也没有打着什么美国热门游戏的头衔回归。但不论事前怎么包装，打开游戏摊上台面就是一翻两瞪眼。游戏虽然主打沉浸体验、丰富故事剧情，但除了开篇有个条漫以外，后续就没有主动出现的剧情了，就是无止境的推关地狱。但剧情并不是没有，只是被独立拉到了另一个小功能去，跟永恒灵魂一样。我还是比较喜欢剧情是穿插在推进的途中，这样多少可以缓解玩家不断点点点的作业感。不过剧情本身并没有配音，而且是令人犯困的演出，通篇又是讲个非常俗套的冒险故事，可能找个台湾记者都能编出更有创意的故事，也完全没有感受到所谓的沉浸体验，既没有好的画面演出，也没有好的音乐烘托气氛，看下来反倒是令人挺沉默的。接着来讲讲例会吧，不然我怕没东西讲了。毕竟这也是这款游戏唯一能看的部分了，真的也是单靠美术一己之力来扛起这面大旗啊！四舍五入，其他人也就看不见了。但大人们，好看的游戏何其多，就不说有人好看又好听，可能有些还很好用。每一年都有 N 款美术优秀的作品，不妨抬头看看那边有多少前辈们，他们当初可都是顶着美术优秀的作品啊！而随着时代变迁，这几年可能连好看都快要变成负面的代表了。游戏的玩法是常见的放置游戏，开发团队想作为初次的试水之作。我是能理解的，毕竟是市场接受度高而且相对开发成本较低的品项，但游戏给我的感觉不是能比肩什么相对有名的作品，反倒是很像我去年评价的那款适合学龄前游戏《苍穹英雄》。那款游戏现在已经倒了。首先这战斗节奏我不知道在慢什么，像全体中了缓速 debuff， 厂商你们难道不觉得这步调有点慢得过头了吗？还是你们觉得为角色设计的动作招式很华丽，需要玩家好好的欣赏，而后面就算解锁了加速也只是别人的正常速度而已？再来，这个技能释放的动画就是个向上弹出例会后放大，完全没有额外为其设计动作模组。但凡你例会只是动那一下，我也可以当作你们努力过了，或者加个背景框，增加点速度感，再搭配个音效，这样的演出画面不比现在好吗？而且战斗流程又很诡异，当你打完一场以后，你必须强制看一场放置战斗，才能按上面的挑战继续推进下一关。挺反直觉的，也很不流畅，而且连一个放置的画面都懒得做，直接就是画面素材复用。我真的也不是想多批评什么，但放置游戏都出了好几年了，就算没有白款也有千款了，能玩的花样也都差不多。而既然都选择了非原创而且相对好上手的品类了，何不大胆借鉴别人的特色来优化？之前介绍过的异世界极道传说也是建立在别人玩法上的变化。还是你们团队都不玩其他家的游戏？莫非这就是十年高升之力的分量吗？其中有我没有参悟到的魔鬼细节。再来讲讲这氪金吧，我不确定这美版定价在台版会不会改动，但我旁边随便一点开就是这个将近1000块的礼包，我肯定马上就退出游戏了。而且实凑抽卡成本很高，将近900元啊，没看错的话也完全没有任何保底机制，以这游戏表现的品质来说确实有点偏高啊，建议是可以再调整下压，而且让礼包 CP 值高一点。毕竟嘎酒销售讲究的就是一个温水煮青蛙，得先用低价吸引初期用户来一个首波氪金，打开一个突破口才能继续下去。想想看，你站在餐厅门口菜单一翻，发现都贵得吓死人，这样怎么可能拐得到人进去消费？而有目的消费的人肯定会选择品质更高的餐厅，厂商也可以把商城那些低价礼包丢到开头分个档位，这样用户小额氪麻了，才会无痛去氪大额的。而且战斗节奏要快，巧妙设计卡战力的状况，才能让用户有买单的欲望，创造需求。懂，以上换皮跳路与你们分享，整体玩下来真的没什么印象点，甚至会觉得有点烦躁，人气看上去也不会太高，说不定很快就会宣告官服吧。结论：不在乎天长地久，只在乎能嘎多久。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虽然说是为数不多主打台湾开发的手游，但我想破头也不知道说什么好话，硬夸也只会显得矫情。毕竟这可不像是你我小时候，有个60分就会有人拍拍头说你下次再加油。既然要上架，就是要面对市场的拷打，而且我真的看不出来所谓的策略深度玩法。如果你说是氪金战力深度，我倒还相信几分呢、现阶段表现出来的品质真的是太过时而且无趣。就算是雷亚早期开发的 Cytus Implosion， 放到现在来看，我也一点也不觉得过时。所谓 MIT 台湾生产，本意还是品质保证的正向标签，希望厂商还是要对得起这个名称，而不是只是一句精神口号。我也真的希望台湾氪金榜上能拿出除了博弈以外的游戏。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我是明德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